注意，再过几天 Windows 10系统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微软官方确认，在2025年10月14日之后，将不再为 Win 10提供任何安全更新或技术支持。这意味着你的电脑将彻底暴露在黑客和病毒面前，变成案板上的肥肉。但别担心，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。我强烈推荐你升级到 Windows 10 LTSC， 也就是长期服务版。这个版本不仅极致纯净，无捆绑，而且官方安全支持将一直延续到2029年，让你的电脑能再战近五年。操作非常简单。第一步，准备一个 8G 以上的 U 盘，把下载好 LTSC 2021的系统镜像拷贝到 OneToy 启动盘中。第二步，将 U 盘插入电脑，重启时进入 BIOS 设置，选择从 U 盘启动，然后根据提示完成安装。整个过程非常精简，省时又省心。第三步，安装后只需用一个激活命令就能轻松搞定，别再等待了，现在就行动起来，给你和你的电脑一份长久的安全保障，让你的 Windows 焕发新生。我是台妹小林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会持续分享最新的系统维护技巧。